如果今天你离开了展场，可能忘记猎狐公司的名字了。那你今天离开展场，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去哪里买，你就要认识这几个品牌，好吗？好的。所以呢，接下来我这个先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呢，我们 Spider 特别要准备给你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给那个精美的礼物呢？先送一个小礼物，再请我们的这个专家上来。所以，请问现场朋友，你们想要我们的礼物吗？最喜欢哪一家公司？对啊，猎狐公司。那猎狐公司有贩售很多的东西，而且现在这一场活动，我要请我们两位猎狐甜心，还有我们专业专家呢，来到台上，让大家欣赏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相机优化装置到底是有什么特色之处，好不好？也掌声欢迎我们两位猎狐甜心以及我们的专家达人 CK。帅哥哎，天哪，在我们的摄影大展，不但可以看我们两个人看到帅哥，要请 CK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 Spider 有推出什么样的产品，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嗨，你好，我们Spider 是呢，就是那个 Spider Camera Holder， 就是便携相机便携装置，就是这样。我让我演示一下。是的。手就可以从腰上取出你的长焦的相机。一般摄影的时候会用高贵姿嘛，可能要捕捉一些漂亮的画面，就可以呢轻轻松拿起来，完全不会让你的相机触碰到地板上或是膝盖上，或者是你腰上的一些什么装置而损坏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使用你家的相机，也可以轻轻松把它锁起来，卡死住了。所以你今天可能在跑步跳跃的时候，相机好几百万是不会掉下来，也不会坏掉的哦，可以非常行动自如的走动。好，除了呢，哦，有个新产品就是 Spider Monkey， 叫做蜘蛛猴。什么是蜘蛛猴呢？我们伞面上面好像有贴一个魔鬼毡的这个设计，上面有个扣环，这个是不会掉的，也是我们蜘蛛猴的装置之一，可以轻轻松松的扣在我们腰挂装置上面，就是我们蜘蛛猴是今年度推出的新产品。哦，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呢解开锁呢，直接的装在我们的单眼相机上面，轻轻松松的来做拍摄的动作。那我好奇了，上次呢，我们刚刚好像两位是不是都有放一台相机、两台相机在身上？那如果 CK， 我们今天呢不只有一台相机，我今天有长焦跟短焦，想要同时放在腰上，是可以的吗？可以，没问题。是不是就是韩宇身上这样子，可以一次放两台相机在你的腰上，还可以偷别人相机，也可以偷 AP 的相机直接挂在你腰上？所以说。哎，我想问一下 CK， 平常我们大家既有的概念就是相机都是挂在哪里？挂在哪里？肩膀上，对不对？或脖子上？可是你会觉得回去之后自己怎么样？无时间，有酸痛，有老人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家是直接只给你放在我们的腰上，是一个腰挂的装置，因为我们的爱用者就可以现身说法来介绍了。所以来问一下 CK， 这样子跟腰上跟我们的肩膀跟脖子上有什么差异性呢？为什么要直接把它扣在我们腰上，变成一个很便捷的这个方便的装置？因为一个人体上面最粗的那个地方就是胯，如果我们把它挂在脖子上面的话，脖子很容易受伤的，因为一般我们就好像我们在美国那五个摄影师，还有他们都是摄影师来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时间长，他们摄影的时间15年到18年，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里会痛，他的这个脊椎这里会痛，而且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他们这里受伤啊，会影响到手臂这里会肿，那这个都是职业病，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设计这个东西来给自己用，刚开始自己用的，就把那些重量全部集中在他们的胯上面。对，用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颈椎不会酸，你的腰不会酸。所以呢，刚刚是一个这样详细的介绍，不知道大家对我们 Spider 的这个装置呢，有没有深刻的了解一点点了？有。那如果问大家问题，你们可以回答吗？可以回答的对吗？会答对吗？那我要加码礼物了。今天有准备了三件情侣装要送给大家了，什么情侣装？就跟我们 CK 身上衣服一模一样，好吗？所以呢，想要获得这个专属 T 恤，你今天待一整天，只有这一场活动才有送给你们。我请 CK 问大家几个
就送出去。好的，请大家仔细听哦。来问题可以下，要问到什么问题？那个 Spider Camera Holster 这个公司是哪里的公司？我给你几个选择题：第一，非洲；第二，伊索比亚；第三，美国。那我数三声，那举手的人就回答他，那他就帮我挑。减轻，而且避免颈椎跟那个腰部的那个对我们摄影师的颈椎跟腰部的伤害，是还是不是？我数三声，一、二、三。用了 Spider Camera Holster 是否会避免摄影师颈椎跟腰部的伤害？是，答对了。是不是市场上最快快拍最快的一个便携装置？是。我数三声，一、二、三。是。那 Spider Camera Holster 的各种林天玉小姐。那 Spider Camera Holster 是不是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这个快捷装是最快的？是，答对了，100分。哎，刚刚 CK 送了三件 T 恤送给大家，会不会也太好了一点？但是我相信，因为舞台活动时间很有限，但是大家还是很想知道说我们的相机腰化装置有什么的这个产品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摊位就在后方这里，就请大家跟着 CK 脚步来到后方好吗？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掌声谢谢我们 CK 今天最后一天再度来到了舞台上方，希望明年还可以看到你永远都是这么样的帅气耶！一年比一年还要滚存。谢谢我们 CK， 让他休息一下下好不好？所以以后你们大家要支持我们家 Spider 的品牌，就在我们腰上，两位立佛甜心腰上，所以请两位能站在我旁边好了，送一点点礼物，因为接下来大家还想要看精彩的表演，对不对？还想要看我们的 dancer 跳舞吗？我待会送完手上礼物就换他们跳舞，好不好？所以赶快呢，我们韩语这里呢也送给大家一点点礼物。送完呢，就让我们立佛甜心稍微的下去休息一下下，因为我们另外两位要上来跳庆功乐舞了，最后一场了。明年看得到吗？看得到，就不一样的舞蹈了。所以今年度最后一场了，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能离开哪家公司。立佛。千万不能离开哪家公司。立佛。而且我们现在腰上的这个装置叫做什么牌子 ？Spider， 我们要让 CK 听到，让他感受到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听他介绍。所以呢，请问一下，我们专业相机腰挂装置叫做什么名字？叫做 Spider， 叫做什么名字？有看过蜘蛛人也知道 Spider Man 好不好？那你去掉那个人就叫 Spider 怎么念了？请问一下，我们专业腰挂装置的品牌叫做什么？所以今天如果呢很想要找我们帅哥要电话啊，不是想要找他购买我们专业腰挂装置的话，蓝立服公司买得到吗？买得到。所以请大家呢待会可以来到后宫来寻找他们，小心用平常手枪。那我们待会呢先请两位呢下去休息一下下，因为准备好你的相机还有摄影机，再度的邀请到我们两位小恶魔上来跳舞了。
请问大家的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好像不是很热情。尖叫声，好，欢迎他们再度能为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带来我最后的闭幕舞，掌声欢迎。
接下来一样是 Post Star 的那个相机背带，只是呢颜色不太一样哦。刚刚比较气质型的颜色，对不对？那这个呢是比较豹纹狂野系列的哦，适合小西哦。好，在我们手上拿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看。那如果也可以增加你的一个相机的一个迷人的特色。最后一位利普甜心所带来的这个方块包是什么呢？这个方块包厉害之处就是我们待会只看也送给你，虽然让大家看到，但是也是送给你。但是怎么样获得你按手上这个方块包，价值5600块钱，昨天已经送出去了，今天我们还要再送出手上的这个包包。怎么送？如果你身上拥有最多我们家的产品，如果你现在身上拥有我们最多的产品，我们家的产品就是我们背板上面 Kenko 望远镜、波能、HOYA 啦、Tokina 镜头，随便拥有最多的那一位，现场直接送给你带回家。所以呢，最后呢，不多3秒钟的拍摄时间，就要准备来送礼物喽。倒数3、2、1，好的，时间到，耶！但是呢，大家不要离开，因为我的思维依旧会在舞台上，让大家呢拍摄一下我们的画面。来，现场的朋友，刚刚有看到，还有帮我拿接带好了，因为没有一些礼物可以送给大家。第一个，我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包包呢？德国的哈马包包。如果你今天喜爱普普风的造型、普普风的设计，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来到利普公司买到哈马的背包？可以，我也要肩背的、侧背，对不对？所以请问一下，来到利普公司买得到什么包包？哈马包。请问买到什么包包？哈马包，对不对？那除了哈马包之外，接下来换我们两位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的背带。请问你们知道相机背带的牌子是什么吗？所以呢，请问如果你今天想要购买到一个很 fashion 时尚潮流的 Post Star 的这个相机背带装置，请问来到利丰买得到吗？那这个牌子是什么？是什么？送一点礼物给大家试试水温好了，它的名字叫什么？ Post Star。 请问叫做波，真的吗？好，没错，就是 Post Star 好不好？接下来你看这个包包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我们没有要回收的，是要送给你们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呢，我们在你后方，哎，你干嘛给它收起来？要飞起来啊？不是答应我了吗？对嘛，要飞起来，然后包包要飞起来，你看那么飞起来。请看一下我们的小鸭带后面，如果今天离开的摄影器材代表你忘记我们家有卖哪些东西的话，袋子后面有写吗？有写，有卖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左上角叫什么名字？左上角是什么包？ Lopo。 那在下面一行呢？ Tokina 是卖什么？所以说意思是你如果市面上看到镜头一定要买哪家？ Tokina 的镜头。再来，如果缺脚架的话， Tokina 下面那个是什么？ Daiwa 的脚架，对不对？再下面一个呢？美国的牌子，美国乐客是做什么的？闪光板，反光板，对不对？闪光灯的反光板。接下来下面有个蜘蛛的图案，不陌生吧？刚刚专业的相机腰挂装置叫做掰的，对不对？接下来第二行的第一个是什么？艾卡美迪包。这个呢，在我们尼亚手上就是我们家的艾卡美迪包，待会是送给你们的。接下来下面一个是 HOYA， HOYA 是卖什么？保护镜镜片。如果你现在购买镜片的话，就要指定什么呀？ HOYA。 HOYA 下面是什么？逆光。逆光是卖什么？无线电引闪器哦。接下来在下面一个我们加快脚步，是就是 TrueMax， 是闪光灯，也是呢要指定购买闪光灯的地方。还有 Kenko 的望远镜， Joby 的金刚爪， KSP 的相机背带装置，还有我们 Citra 的望远镜， Burner 白天镜头感，还有我们 Post 带，在我们身上也有拿给大家看到了。所以我全部都介绍完毕了。所以我要问一下大家，刚刚我念到的品牌当中，你的身上有一样的请举手。一样的，随便一样的，有什么东西？ Lopo 的相机包，还有谁有我们家的东西？有什么？有相机包，那你呢？ Spy 的装置。哎，刚刚一个有，三个人有，那如果有两个的有请举手，两个以上的请举手。 又多了一个什么？哎，那不是我们家的礼物吗？真的啦，你真的有买的，真的有拥有的，所以目前是一个。有人比一个还要多的吗？因为只要你有
拥有一个以上，我们就送给大家爱康美尼的方块放物1600块钱哦。来问一下大家，有两个以上我们家产品，请举手。没关系，我先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带在现场，有什么东西？刚刚买的吗？你买了什么？还有呢？到底有几样？到底几样？请上台，请上台，因为他三样了，请上台，请上台，我直接送给他方块包，因为他是现场就有直接带来的，好不好？我们是真的不说谎的，你三样以上就送给你爱卡美迪的包包，5600块钱直接送给你哦。也请我们的老板，老板来颁奖了，老板，老板，老板好。哎，帅吗？今年单身啊，不，今天单身，好不好？哎，你看，真的有三样吗？哪三样？刚刚买的哦 ，Lobo 包，真的有三样。哎，是不是知道我们做活动所以特别的买三样吗 ？Spider 真的，哎，老板要送给妈妈。OK， 好不好？现场朋友帮我捕捉一下画面，难得我们的那个老板会出现这么帅，好不好？颁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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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也谢谢我的老板，谢谢他，也谢谢我们这位帅哥，有没有觉得受宠若惊的感觉？访问一下，有，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是吗？你不想要是不是？那我带头，到底要不要啦？真的想要那就送你咯，因为我觉得天下掉下来的礼物，因为最后一天了，我们就很大方，所以要谢谢我刚刚那位老板好吗？谢谢这位帅哥，以后要持续的支持我们，谢谢。来，请往这边走。接下来听说其实啊，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摄影器材大展，对不对？除了我们台上的产品之外，我自己还有很多礼物送给你们，你们想要吗？要。但是其实我们还有最新的产品要登场，你们想要看最新的产品吗？要。超新的，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你们尖叫声掌声要寄给我好不好？2013年度10月正式登场的产品，所以请大家呢尖叫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哎，是冷叫声吧？我决定有送，先送几个礼物，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好不好？这里有几个礼物，送完4个就要登场我们的新产品了。告诉我现场的朋友，今天来到丽福公司，想不想看到我们最新产品？去哪家公司看？谁歌喉还不错的，有吗？自认歌喉还不错的，我觉得一定有，好不好？这一位，你是不是很会唱歌？唱一下生日快乐歌，来，预备备。啊，算了，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唱国语版的，来，1、2、3，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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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应该要有说 Abby 生日快乐，来，请问一下，你要大喊谁生日快乐？谁生日快乐？谁生日快乐？请吹蜡烛，请吹蜡烛，辛苦你了。来，这里也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智力准备的蛋糕，这是我们准备的。来，生日快乐！也谢谢我们两位甜心，好不好？你干嘛哭？是因为
你吃不到蛋糕是不是？不会啦，我会切一半给你吃啦，不要担心好不好，凯蒂？因为他说没有人送他那个蛋糕啊，没有给他食物，他觉得很可怜。好了，我们先把蛋糕拿下去，还是让他合照一张。合照一张，我们继续送礼物给你们，好不好？因为难能可贵的机会嘛。所以呢，我们几位甜甜再靠近一点点，一起看前面的镜头。好，再次谢谢你们，但是我们还要继续送礼，我们先把蛋糕递下去。麦桃啦，生日快乐！我们好姐妹，虽然说你台台的，讲话很粗暴，没有啦，她是小女孩，还是单身，好不好？所以呢，请大家还要继续支持她。我们现在继续送完所有的礼物，再结束今天的活动，好吗？好，加油，好不好？还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送你嘛。大家要袋子还是相机包？想要送新送吗？拿起来，那里有一袋我们的那个袋子。你们想看寿星套头吗？哎，仔细看好你的粉丝啊，这几个想看你套头。好啦，不要闹了，我们真的要送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礼物。真的吗？好啦，这里有很多的礼物，我们阿玉手上有一袋，对不对？那我这里呢，一袋也是让我们的慧茹要上来，是不是？凯蒂，你生日是不是？到底谁生日啊？慧茹，套头上来。好，小安呐、啊，小安套头，快点，小安套头，快点。你不是说有一套鸭子舞吗？好了，快点，小安，快点。不要再拖掉了，时间没有加薪哦。好了，那让他再上去拍一张吗？哎，他的粉丝在哪里啊？要看吗？你要问他愿不愿意啊？你愿意吗？他怕会冷场，可是你们要很嗨，他才带的吧？这要看吗 ？AB 快点嘛，再上去啊！我从来没有看过 AB 小鸭，好不好？好正哦，超可爱的！你平常那么自恋。可爱的时刻就是今天了，我跟他合照一张，快点合照一张。在哪里呀？哎，不是说好不冷场的吗？怎么没有尖叫声？掌声！对吗？好啦，让他请下来，好累哦。我们赶快送礼物，不要浪费时间了啦。就是呢，我手上有很多礼物要给大家，也感谢大家呢，就是参与我们这次活动，还帮我们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我们一定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吗？身上有很多的礼物。哎，你待会，哎，你不要拿我的稿啊！你不要把我大字报给丢下去，那我的真机耶！丢进来。好，礼物在这里。这边的朋友，问一下，你们想要满地福公司的礼物吗？想要，但是因为我们老板有交代，我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不是只记得利福，要记得要买哪些产品。再来为大家捋一次，好不好？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什么？什么包 ？LOPO 包。请问这边的朋友，今天如果去外面忘记掉我们了，你要知道我们包包有什么？好，赶快撒礼物出去 ，LOPO 包。来，这边的朋友，除了有 LOPO 包之外，请问有爱卡美迪包吗？什么包？送出去。接下来除了爱卡美迪包之外，请问有丘比的金刚爪吗？好，有朋友手借给我，请问有丘比的金刚爪吗？什么的金刚爪？好，赶快送，赶快送出去，送出去。接下来还有什么有 Tokina 的镜头吗？镜头要买哪一家？Tokina 的镜头，那如果镜片呢？好远的镜片，所以要问大家很快速，镜头要买，镜片要买，镜头要买。哎，你们根本没有认真回答，镜头，镜片，镜头，镜片。好啦，不要整大家，就是镜头、镜片了，都要买 Tokina 跟。
来除了镜片还有镜头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好吗？脚架有三个牌子，第一个牌子叫做 Daiwa 的牌子，第二个叫做 Bluebone 的牌子，第三个叫蒂尔特的牌子，请问第一个叫做什么？第二个呢？第三个呢？第二个呢？ Daiwa Bluebone 跟蒂尔特， Daiwa Bluebone 跟牌子好不好？所以我刚刚在送出手上的礼物给大家，第一个叫做，第二个叫做，第三个叫做，叫做什么？叫做蒂尔特，好不好？接下来还有别的东西，相机周边的商品，望远镜来着 ，Canco 的望远镜是日本的品牌，你们知道吗？知道。所以呢，今天如果去外面要买望远镜的话，要买什么望远镜 ？Canco。另一个牌子是美国的牌子，叫 Sitra。第二个牌子是美国的牌子，叫做 Sitra。所以注意听好了，第一个日本叫做，啊，美国叫做，日本叫做，日本叫做，美国叫做，日本，美国，日本，中国。哎，你们都没有认真在听啊。对，没有中国很好，所以呢，大家听好了 ，Canco 跟 Sitra， 这些手机给我。要买望远镜要去哪一家公司买？要去美国公司买。接下来除了望远镜之外，要不要反光板？要。要不要发射器？要。要不要美国乐客反光板？要。反光板，美国乐客，所以反光板要买哪家？美国乐客的牌子好吗？所以呢，请问一下，反光板要买哪家？袋子要送给大家的，好热哦！我赶快介绍完礼物送完好不好？可折式的大型反光板，反光板要买美国乐客的牌子，要买哪个牌子？美国乐客，你们没回答呀？叫美国，叫做美国。好，好累哦。接下来，闪光灯要买 True Mate 的牌子，请问闪光灯要买哪个牌子？请问闪光灯要买？对，接下来如果是发射器、无线电影响器，要购买力光的牌子。无线电影响器要购买哪一个牌子？好，赶快！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呀、啊，只要粉弹到自己头上。好了，接下来送袋子好不好？送袋子好吗？先送袋子还是先送这个？哎，先送这个袋子还是先送这个？你们到底要哪一个啦？不要浪费我时间好不好？黄色小鸭的袋子还是那个？那就先送黄色小鸭袋子好了，拿上来，拿上来，拿上来，黄色小鸭的袋子，黄色小鸭袋子要送给大家喽，一样的，我刚刚有介绍了，还有哪个漏掉了吗？还有哪个牌子漏掉了吗？脚架有吗？镜片镜头有了吗？周边商品也有了吗？Berno 牌平衡镜头盖也有了，所以总归一句话，今天离开摄影器材代表明年度还是呢后年大后年都要记得利普公司有卖这几种牌子好吗？所以最后几个礼物就送给所有的朋友咯，请大家一定要把双手借给我，双手借给我。今年度呢小雨很开心呢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利普甜心一起来配合，而且每年的组合都不太一样，所以很感谢很感动，也感谢现场的所有朋友呢可以一路走来支持我们到最后一场活动。所以呢双手借给我要送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礼物，所以告诉我我们家装饰叫做什么？不要受伤，请大家年度如果还想要支持我们利普公司的牌子，可以来搜寻一下我们的粉丝团，搜寻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当好朋友咯。如果要购买相机周边的商品，也可以直接来购买一下利普公司的商品。还有啊，怎么那么多？我可以下班了吗？哎，我可以下班了吗？可是你们都没拿到礼物，还要让我下班？好，这里，这里，这里。好，小心哦，不要抢哦，不要抢。还有啊，老板，以前怎么样？当水流是不是啊？哦，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赶快要把手举起来，就送给你们，不要让我们喊得那么辛苦了，好不好？只要有手举起来，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放在你们手上，好吗？如果有想要礼物的话，直接有诚意手举起来就可以了。好，这边朋友。
对，手直接向上，不要那边刷来刷去，这样会受伤哦。这边朋友送给你们礼物，好不好？所以你们告诉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利普公司有买东西有便宜吗？有划算吗？自始至终都要支持我们吗？绝对不会偷买别家的产品吗？绝对不会，一定要支持我们家黄色小鸭蛋的，不要去买是老皮海绵宝宝、皮卡丘之类的哦，小熊维尼哦，好不好？所以呢，今天自始至终都要支持我们家利普公司，所以这边朋友要送礼物，直接到我做一二三的手举起来，就直接丢给你们。来，一、二、三，请丢赠品，请丢赠品，请丢赠品。换这边，你要数一二三就要丢了，来，准备好了，一、二、三，请丢赠品。慧茹啊，上来丢一下。慧茹，我们新朋友慧茹。好啦，赶快抢完最后的礼物，谢谢我们的四位甜心，辛苦他们了，也辛苦大家在下面挤得很热，很辛苦哦。那希望大家呢都有收到我们的礼物，那如果有收到礼物的话，也直接的把它背起来，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品牌。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四位甜心。我们2013年摄影器材影像应用大展正式的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深深一鞠躬好吗？扫完就深深一鞠躬。好，我们深深一鞠躬，谢谢你们。